张丽现在在工作，然后康康康康是在用报纸，然后他在吃 potato， 然后他在用车子。其实他把他粉水喷出来口水，然后他不小心把他揍他的打车子，把他用上去就可以了。其实啊，有人呢，抠抠抠抠，一直抠抠一抠。一哭开始，有一个人坏生气的管不管走乱了。太小声了，听不到。太小声，我听不到你在念书。可惜。